著名歌手吴越。掌声有请马德华。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还是让行胡月姐起调。胡月姐，大风从坡上刮过，风采不减当年，哎，跑了！三唱一对三。跟他在一块，我又得做爹又得做娘的感觉，挺不容易的。仿佛对方都找到了另一半的感觉。没有没有的累了累。嘉宾歌曲推荐。回声嘹亮，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推出的回声嘹亮。大家好，我是李思思，你们好吗？大家好，我是林买提，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和呐喊。当然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感谢天网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回声嘹亮的栏目呢是一档唱响经典作品的节目，所以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真的想向您发出一份邀请，如果您也希望来到我们舞台上唱响您心中的那首歌，那么我们回声嘹亮的舞台随时欢迎您的到来。每当回声嘹亮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舞台上最受人瞩目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嘉宾席了。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来三位特殊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去分享他们的年代记忆或者是经典的歌声以及旋律。那今天都有哪些嘉宾来到我们回声嘹亮的舞台呢？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歌手胡越，有请。Yeah!
姐先跟我们热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啊，每一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胡月之乡有礼了。刚才啊，胡月姐是唱着一首自己的代表作《我热恋的故乡》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其实提到胡月姐的歌曲，真的有很多，而且都是统一风格的西北风。那个时候，走到哪里，全国恨不得都是一张节目单。所以最高记录是大概一天演出要唱多少首就这个歌曲？最多的时候我记得北京，一天要赶三个场子。三个场子。啊，就是当时最热的演出场地就是工体。工体。首体。首体。北展。北展。我就跟人家商量好，先演工体。嗯。工体呢，设计路线。远一些，哎，然后车也不要熄火，等着我，我换好演出服唱。唱安排在前面，然后唱完了以后就直接就上车，就赶下面两个场子。其实从这样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得出来，胡月当时唱着西北风的歌曲真的是刮遍了这个祖国的大江南北。我也特别想问问，你看在您这个学习音乐包括后来做歌手的生涯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或者一首歌曲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影响最大的？我在刚开始唱流行歌的时候，邓丽君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邓丽君，嗯，对，我很难想象，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对，胡月姐的声音是高亢豪迈的，但是邓丽君那种委婉的婉约的风格能驾驭吗？这说明我驾驭能力强啊。有，那我倒是想现场听一听胡月姐给我们来一首邓丽君的歌，好不好？现场啊，现场，对啊，大家想听吗？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我觉得我真是觉得特别的惊讶，从刚才的那种豪迈的西北风一下子能够转到轻柔的邓丽君上面。所以我们也真的要代表观众再把这朵花送给胡月。谢谢谢谢。我们也请胡月入座我们的嘉宾席。欢迎胡月，欢迎你。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我们今天回声嘹亮的第二位嘉宾了。可以说他的表演呢真的是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哎呦，但是真的有很多人都很少能见到他的真容，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见到他的真容是吗？当然，掌声有请马德华。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的妹妹也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我嘴里头笑的是呦个呦个呦，我心里头美的是隆个里个隆。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她疼我，她大花叫。我嘴里头笑的是呦个呦个呦，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隆。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她疼我，来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那个月亮她笑弯了腰，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呀，唱花轿。欢迎马德华老师，您好。欢迎马德华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回声嘹亮。刚才是唱歌跟大家见面，现在让您用声音，用您的语言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又见面了，大家好。谢
今天呢，我们在回声嘹亮的舞台上看到马老师的真容了，但是在西游记当中，其实马老师也以自己的本来面目扮演了其他的角色，对不对？不只是猪八戒一个角色吧？啊，对，因为这个里面什么天蓬元帅，那是我自己演，猪八戒的原型。咱回头一一对应的看看。来看一看啊，这边我是演一个唐朝的一位老将军。老将军，啊，这边呢是一位波斯国的大使。我觉得中间这张特别有意思，您这扮演的是？是一个山神。哦，山神。那鼻子是？粘上的。这边这个呢？这就是我那个高老庄变成了壮汉。哦。最后一个是演了一个那个土匪。土匪。哎呦，我们看了这么多年，真没看出来那都是您一个人演的。那您演这么多角色，我问一个实在点的问题啊，给您加钱吗？我们叫这个加量不加价。加量不加价。那我们可以透露一下，30年前您在西游记当中当演员，您的收入能透露一下吗？那个时候按单集说啊，一集多少钱？如果按单集说，我们的收入不如一个群众演员。怎么想？你比如说这个戏里有些武打的，找一些武打演员，他们一天是10块钱。哦，有的呢戏份比较重一点的，嗯，时间就长，他在这儿要待10天。嗯，10天等完了之后结账，100块钱拿到了。您呢？我们就很羡慕的看着人家。我们要2个半月才拍一集。两个半月拍一集。然后一集多少？一集我是按最高的那个数说是80块钱。2个半月80块钱。对，人家10天是100块钱。哎呦喂，听着还挺心酸的。嗯，不过那个时候条件确实不允许。对对对，在那儿现实在那儿摆着呢。对。但是即便是这样困难重重，但是我觉得这些演员还是把这些戏这些角色塑造得那么的好，太让人敬佩了。谢谢。嗯，我今天也才知道拍戏很辛苦，唱歌也不容易。马老师唱歌唱得还挺好。不成，刚才一下这调门就起高了。那接下来我们给您个机会弥补一下遗憾，不知道在座的这个胡越老师的歌您会唱吗？您可以找外援，可以让胡越姐跟您一起唱，两个人遥相呼应，好吗？一起唱。马老师这回您定调。我还真不会定调。我说我起不了调，你这个还是让行胡越姐起调。胡越姐，这辈分真高啊。二师弟啊，八戒哥哥来吧。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到我这儿就是高了，又高。不管是高是低，但是我觉得头回听二师兄唱这首《黄土高坡》，别有一番滋味。对，那我们也请两位老师入座，我们的嘉宾席，接下来共同来欣赏翻唱团成员的精彩表演。谢谢。有请。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请上的是今天回声嘹亮的最后一位嘉宾，也是一位美女。嗯，也是位美女，而且她的声音也是在陪伴着我们的童年和我们一起长大。把掌声送给著名歌唱家朱晓玲，有请。
哎呀，听到他的歌声，我真的想跑跳步上来哈。是哪个动画片的主题曲？花仙子。还有很多，比如说《聪明的一休》里的主题曲也有。还有一些歌曲，比如说《小村之恋》呐、还有《妈妈的吻》。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看从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登台，然后出唱片，是不是从小就耳濡目染，会受到一些音乐教育？十一二岁的时候。碰到一些歌唱家，然后他们的鼓励，所以才后来有了更大的信心。都哪些歌唱家呀？你看人家口气，十一二岁的时候碰到一些歌唱家，听起来对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对，我们到30岁了才能碰到这些歌唱家。还是因为做了回声嘹亮。对对对。因为就说起来就是一个缘分吧。就我们家原来是我爸爸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我们是住在学校里面。然后这个学校后来呢就解散了，变成了一个招待所。在1980几年的时候到扬州来演出，所有的歌唱家像李光羲、朱峰博他们来演出，通通都住在这里，住邻居。对，天天听他们练声。我就看见李光羲就在那边跟人家聊天啊，然后抱着柱子跟人说话呀。然后我抱着柱子跟人说话是什么意思？抱着那个柱子就很悠闲的跟人家聊天。就是然后我因为小的时候拉小提琴嘛，别人说哎呀这个小姑娘好可爱哦，她会拉小提琴。然后聊着聊着，然后就说除了小提琴还会什么，说还会唱歌啊，说你唱一个。然后一唱，然后李光羲老师就说他唱的真的是很好，然后呢就给我写在本子上说，小朋友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嗓子，将来你一定会成功的。这个就是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得到的最大的鼓励。这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样的鼓励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鞭策吧。对，对，如果电视机前李光羲老师在收看节目的话，小林姐可不可以用演唱李光羲老师歌曲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感恩？啊，这个还是第一次。李光羲老师最著名的就是《祝酒歌》，祝酒歌，对对对。好，好。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美酒是音乐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谢谢谢谢。我觉得你回忆一下这么变迁的时光哈，可能是一位老师、一位长者，他的一句话、一句鞭策、一句鼓励，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觉得挺感慨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也特别希望我们，包括小林，还有我们两位嘉宾，能够像当年李光羲老师一样的，对我们即将上台的这些年轻人给予指点，好吗？好的。来，我们有请小林姐入座，嘉宾席。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接下来呢，我们的翻唱团成员要轮番不断地为我们三位嘉宾和电视机前的您送去精彩的表演了，请您一定要锁定我们综艺频道。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翻唱团的成员他们出现在大家面前的组合形式有很多，有自己一个人来的，对啊，有跟朋友来的，有跟同事，有跟这个兄弟姐妹来的，但是夫妇二人结伴成行这个还是比较少。接下来上场的呢就是一对恩爱夫妻，来，掌声有请。
欢迎欢迎两位，你们好。哎呀，你媳妇儿怎么跑了？这是什么情况？我从老家来的时候给大家带的好吃的，带的我妈带的好吃的，我妈亲手做的炸油糕。你就不准备给我们俩看一眼，再送给三位嘉宾吗？他们知道今天的重点是我们的嘉宾啊。哎呦，还给我们剩了一盘，给我们大伙展示展示，看看这炸油糕，好香啊！来给观众尝尝吧。来，这是我妈亲手做的，你们尝一下。哎呀，谢谢！你看一上来就给我们送礼物，我们都不好意思了。自我介绍一下吧，光送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板上季村的，我叫李环。这是我媳妇儿。关哥，你怎么提到媳妇儿那么害羞呢？你们俩结婚几年啊？刚结婚，结婚三年了。刚结婚，人说结婚三年了，对，也行，也在甜蜜期，是不是？说实话，我其实对两位的歌声特别熟悉。我不是也住在我们的录像棚这个宾馆里面吗？你们就住我隔壁，然后早上起来8点，他们两个就开始吊嗓子，就是刚才那个吊门和音量。就在我隔壁，是不是那块儿你看睡觉不？你不，但是我能够特别幸福的在你们的歌声当中起床，特别开心。是呀，那是我们把你吵醒了。没有没有，基本上就是思思就没睡好觉吧。没有没有，所以你今天必须得好好的表现，给我们做回馈好吗？刚才你们一上场，这调门就特别的高，声音很大。我不知道在你们那儿人和人交流啊，比如说在没有电话的时候，是不是得靠喊呢？通讯基本靠吼。通讯基本靠吼。那个我们那个地方大嘛，就像每天就要亮亮在家做饭的时候，做手饭，我在外面要是干活的话，他就喊我。啊，他咋喊啊？这个地方，我们找找感觉吧，就是你在后头山头上干活，我在山头上干活，你假装那就是山头。哎，对，玲玲，这是咱家。你先别回来，让我和思思先吃会儿，你回来就没得我们吃了。你们住的地儿应该邻里之间关系特别好吧？对，我们那儿这个说话嗓门都高。不是，为什么？因为谁家吃什么都喊出来了。就我们家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其他的邻居都跑他们家吃饭去了。对，都跑来吃饭了。我们那块儿差就是管吼嘛。不懂，没有什么差吧。就是后来，自从那2005年以后，阿宝是火了以后，他就把这种唱法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原生态唱法。原生态唱法。就终于就有了一个名字叫原生态。我们的话就是一直吼。我不知道你的声音有多高。哎呀，这个多高我也不懂。阿宝的调你能唱吗？能。咱在舞台上不能吹牛。今天吧，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个视频片段，就是阿宝当时唱歌的那个片段。他那音高，听听看看你能不能唱，好不好？来，一起来看看。没想到吧，我们还准备了阿宝的歌。那调儿能唱吗？这个没事儿，建宽老师，这是司马雕，你给我起一下这个，我先唱一下这个。司马雕啊，司马雕。我唱了啊。唱了，来。听着啊。山大大的那个开花。再升一下。还升，升再升一个。山。还能再升吗？再升一个，再升一个调。好，再来。山大大的那个开花呀！这是恭喜。这已经是什么调了呀？我们也不知道。嗨机了是吗？哎呦，我的听觉还可以啊。你还能再生吗？哎，我再试一下。我说题我也不懂调，反正就是。嗨机已经很高了。对。再生一个。山大大的那个开花呀！哇！还行吗？大家觉得行吗？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啊？没事，媳妇儿老在家掐他，他一掐那个嗨 C 就出来了。是这样吗？别上家，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说我从小就爱哭，一哭的时候就比别的小孩哭的声音，嚓嚓哭的就比别的小孩就哭的这个声音大。那个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你那会儿就是从小饭量大，永远吃不够，就老在。好，好，接下来人家真的是夫妻两个要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就是来翻唱歌曲。你们要翻唱哪位老师的歌曲啊？唱一首就是胡越老师唱过的一首《黄土高坡》，大家也很熟悉的一首《黄土高坡》。嗯，我们就请这夫妻俩共同为我们带来这首《黄土高坡》。嗯，谢谢。我家住在黄土高坡。胡越老师对这一段黄土高坡感觉怎么样？我原来曾经把这个走西口民歌唱成流行歌曲，那今天他们俩呢把这个一首流行歌曲唱成民歌了、而且唱成情歌了，感觉啊、真的是在一片那种黄土高坡上，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上，两个人对情歌的感觉。不管怎么样，只要是经典被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我们都爱听。特别感谢李欢夫妇俩来到我们的回声嘹亮，我们也有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送上天王表为我们的李欢夫妇，算是情侣表哈，送给你们。谢谢，再次谢谢你们，谢谢。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组翻唱团的成员很有意思，而且他们个个都是公主。哎，这些公主呢，个个都是乐观向上、阳光可爱，当然她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掌声有请他们。山上的山花开。
组合。好可爱的三位小公主，你们好。嗯，用你们自己的方式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叫云云，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4了。24岁了。还有我。大家好，我叫杨皮，来自四川成都，今年25了，谢谢。大家好，我叫莎莎，来自江苏省新沂市，今年24了。24岁了。可能如果不介绍你们的年龄，我们会觉得你们是小朋友。但是介绍了你们的年龄，我们知道你们真的是24、25岁吗？一点都不像哈。你们想到了现场的观众会有这么惊讶的反应吗？你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从7、8岁开始到现在10几年时间，每一次介绍说你几岁啊什么的，他们都是这样的反应。刚才是给我们带来了一首歌曲《踏浪》。是啊，你们知道这首歌曲是我们哪位嘉宾唱过吗？是林伟老师。小林姐先点评一下，我们三公主组合唱的这首《踏浪》唱的怎么样？非常好，真的，而且他们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比我好。我呢这么多年在舞台上唱这首歌，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困扰。什么困扰呢？就是这首歌是一个很欢快的歌，如果一面唱一面跳是最好的，可是我呢就天生没有舞蹈细胞，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在台上唱的时候，每当我想要跟着节奏跳的时候，总是不能够用肢体语言很好的表达。但是他们刚才把我的希望表达出来了。也弥补了在舞台上的遗憾，所以也谢谢三公主组合。就像小妮刚才介绍你们出来一样，你们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三个没组合之前，我们都是很自卑的。都在家里，平时也不出去玩。而且就算跟朋友玩也玩不到一块。那我想问问你，是大概多大的时候知道自己可能再也长不高这件事实的？7、8岁的时候吧。7、8岁的时候。因为我有个妹妹。她比我小2岁。然后那时候我7岁，她5岁，我就比她高那么一点。等她7岁的时候，我9岁，她都已经高我半个头了。听你在叙述的时候，觉得好像这段经历是眨眼间过去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段经历真的是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这样度过的。不是眨眼间就过去的。我们的日子过一天就等于别人过一个月，很长很长的。你走在路上，不管是大人小孩，他会问你是姐姐还是阿姨。我说你得叫我们姐姐。那你怎么长得像阿姨呢？我说那你叫我们阿姨吧。那你个子怎么这么矮呢？你看我都比你高。就这样就很无赖，都不知道怎么说。所以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不便。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刚才说起来好像挺难过，但是从你们刚才的歌声，从你们的笑容当中，觉得你们现在活得很开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三个遇到了一块。你们三个是怎么遇到一块的？我们三个人上网认识的，都是从网络认识的。是，那你是三个人一起就聚到一块了，还是谁和谁先？老大先。你是老大是吗？因为我年龄比他们俩大1岁。所以你们两个是先遇上的。对，我在那边，我那时候刚认识他的时候，我找他聊天啊什么，他都不理我。在网上啊。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什么场景啊？第一次就是我也没想那么多，我说那里边有女孩跟我一样，我一定要去找他们。因为我感觉我找到了跟我一样的人，我不再孤单了。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提着行李箱就去了，然后他就火车站接的我。见面的时候，我看到他，我很激动，我就把我的包、行李都扔了，我都不要了，我就这样挽着他的手就走了。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住哪，我就朝前面就一直走了。没想那么多，我就感觉说，我找到跟我一样，我不会再受别人歧视了。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对，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的那种幸福感。是吗？就我们遇见之后的一点隔阂都没有，就好像失散很多年的朋友重新见面那种感觉。也碰到了知己。还有一位伙伴，你是怎么加入这个组合的呢？因为我以前在家里面，人家都嫌我太矮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家里上网，然后我看到他们俩在网上跟我视频，我就感觉
好亲切那种，就像这样那个比亲姐妹还要就像一家人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来找他们了，找他们我就感觉哦，我终于找到组织了，找到家了。我来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怎么了？我们三个住在一张床上，盖一床被子，他们俩就坐在那玩手机看那个恐怖小说。我看他们俩是那个看的老恐怖了，然后就在那儿笑，我就，哎呦，你这是你自己发出来的？你每次都是这么笑吗？对呀。你平常都是这么笑吗？嗯。你再给我们笑一下，我们听听。哎，我学一下啊。我学不像。不，我觉得要是半夜听到你的笑声也挺恐怖的。对，这可比恐怖小说要恐怖多了。我们两个都快被吓哭了。他们睡了，我们认为他是那种做梦，那种就像那种梦游的那种。我和他就叫他莎莎莎莎，他不理我们。过一会儿我们继续接着看，他又笑，把我们俩吓得躲在角落都快哭了。那还不是看恐怖小说呢。但是我觉得刚刚莎莎说的那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就是三个人聚在一起之后睡在同一张床上，盖同一床被子，后来三个人就组成了这个组合，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彼此都帮助着，然后共同来生活，共同来完成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我们平时逛街都一起逛的。逛街一起逛。你们原来在家里的时候你不敢一个人出去，比如说你坐车，那售票员会问你是大人小孩，我说我大人，整个车子人都在看我，你就感觉很被那种异样的眼光盯着，很不舒服。然后你说小孩嘛，你家大人呢？把你家大人带上，小孩不能一个人走的。那买东西的时候呢？他说小孩别碰，这很贵的，你有没有钱啊？哦，那你们三个人一块出去就不一样了呀。你们都是怎么逛街啊？因为就这样手挽着手，哎，那个棒，那个棒不错啊！哇，美女，哇，美女，那边也不错，那边。你看，哎，我们就买那件衣服吧。哎呀，慢点。我们就这样，又走又走。然后会不会有人说，这谁家这么幸福，有三个闺女？哎呀，我被他们俩拽着跑的。说实话，我刚才看到他们三个人欢声笑语的往大家面前就是蹦蹦跳跳的时候，我心里还挺难受的，因为感觉三个人可能在没有遇到彼此之前都很孤独，就觉得自己的力量特别渺小，但是自从遇到了彼此发现了彼此的姐妹之后，三个人在一起每天手挽手就觉得特别强大，这个世界不再是自己一个人扛了。是，您看我们这个嘉宾席上的三位嘉宾，也问问三位吧，有什么样的祝福或者是感受要和我们共同来分享送给三公主。我觉得你们破除了很多障碍，心里的那种障碍，要幸福的生活下去。我知道刚才虽然这个自己自报家门的时候，我24岁，我25岁，下面观众都笑了，这种笑是一种善意的，是吧？都很惊讶。但是作为你们，我知道心里头那种感受是挺难受的。就像我演完猪八戒以后，很多他们喜欢西游记的朋友，包括喜欢我马德华的人，看见我都是嘿老猪。但是我呢，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种什么，你说我一挺大一人，你管我叫猪，心里都是挺反感的。但是后来我把它给化解了。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喜欢的这个猪八戒这个人物，所以他就习惯了，他就觉得他也就进入这个西游记这个角色里面，都觉得他是猴哥一样，他们叫我，所以我也就觉得哎很释怀，很觉得是没有什么心里不好受的地方。同样像你们也一样，应该正视这一点，因为大家不了解你们具体的情况，他们只是一种喜欢好奇的那种心，所以要理解大家，大家呢也会爱你们的。谢谢，谢谢马德华老师。所以我也问问你们现在幸福吗？幸福。
你们觉得幸福是什么呀？幸福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手牵手，逛街，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笑，一起笑，怎么笑来着？只有你才能那样笑，好吗？谢谢。哎呀，我觉得听到你们的笑声，看到你们的笑脸真好，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有着特别博大的胸怀，因为你们的心中有这方舞台，也有生活，也有自己的梦想，对不对？嗯。那今天能不能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回声嘹亮》，是，你们能不能把自己的声音再放得嘹亮一点，再用你们嘹亮的声音给我们唱一首歌曲，可以吗？好嘞。唱什么歌呢？唱一首《美丽新世界》。他们一上来我就觉得就是袖珍版的 SHE。对。所以你们要带来 SHE 的这首《美丽新世界》是吗？所以你们有没有造型就是三公主的，属于三公主的造型？我们是三公主。人家不是，我们是 SHE， 你们是什么？我们是三公主 Baby Girl。 哎呀，袖珍可比 SHE 有力量多了，尤其是再加上后面那个笑声。勇往直前。勇往直前，好，我们一起来加油。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三公主组合为我们带来歌曲《美丽新世界》。经典唱响回声嘹亮。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啊，要向我们马德华老师献上精彩的表演哟。来，掌声有请魏巍。给我们展示了他的这个绝技，我不知道马老师看的，我看您看的是挺起劲儿的，有没有想到自己当年习武时候的情境？马老师当年真的是习武哈，您练的时候小时候练过武术啊？我从五岁开始练武术，嗯，差不多练了十年吧。练了十年，马老师是老前辈了。嗯，魏巍练了多长时间？我也十几年了。也十几年了。对，这样，刚才呢，你看你是自己一个人和自己的师兄弟啊，在舞台上展示。我们其实也特别想在近距离的看看你刚才那个表演，那筷子是怎么你就一下子就断掉了那筷子？刚才我这样用我的右手这样握住这根筷子。在我冲拳的同时，用我的速度跟爆发力把它给震断的。你稍等一下，我给马老师一根筷子，你也尝试一下。我们先看马德华老师能不能把它弄开啊，小心点啊。全场的朋友们，倒数三个数，
三，哎哎哎！您那是掰断的，我看见了。哎，不过您手劲还挺大的啊！我们看看这个魏巍是用什么样方式来震断这个筷子。这样，我是这样，我这手放在这个地方，在大拇指上面的，它是没有掰，它不可能这样掰的。哦，这样你一起四根筷子，对，没问题。哇，好，来了，注意安全。来，我三二。一，走走，哇哇哇哇！哎呀，这货真价实的筷子，四根在一块儿，两双，对，一下就震断了，太厉害了！我也想问问马老师，你看在《西游记》这个经典作品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打斗的场景，我不知道在当年在《西游记》拍摄的过程当中，咱那打斗是真打还是假打？有替身吗？我基本上没有替身哦，包括一些吊威亚啊，上吊钢丝、啊、上天入地入海啊，全是自己，没有替身，就您自己拿那个钉耙，然后对拿着耙子打。那个时候其他的角色都得您来演，更何况您自己的角色呢，更不可能找替身了，对不对？嗯，那这样好不好？马老师，这个我们这不也有武林大侠吗？您那更专业，天蓬元帅，今天能不能在舞台上过过招？两位，让我们看看决战紫禁之巅是什么样的感觉。哇，那真的是有好戏看了。而且我们给您准备了您那个武器，来，请上武器。哎呀，这架势，孙悟空和猪八戒为了抢人参果，哎呀，买这，哎呀妈呀，哎呀。猪八戒还是风采不减当年，还跑了，您这就跑了，走，好，猪八戒把孙悟空打倒在地，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不过也挺厉害的，足见我们马德华老师真是宝刀未老啊！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马老师。谢谢马老师，谢谢老师。魏巍怎么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这福利不错吧？还和我们著名的马德华老师过了过招。马德华老师一直是我心目中从小的偶像。偶像。今天能够得见真容，我非常感觉荣幸。那接下来得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展示。刚才那个我说了，只是小试牛的真功夫了。好。行，就是下面再为大家演一个节目，是前几天我在意大利罗马刚刚自己新创造了一项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嗯。就用两个手吸着一个桌子。两个手吸桌子。两个手吸桌子。对，怎么吸啊？怎么个意思？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来。你看这是易拉罐嘛，跟桌子我是把它固定在一起的。嗯。易拉罐的底部有这么一丁点的真空。嗯。我是利用那个真空的原理把它吸起来。哦。就是你要手这不是拿是不是？不是，是吸。我们可以摆弄一下吗？对，可以。不，基本不太可能。来，这个桌子有多重？能告诉我们吗？有20多斤吧。20多斤，十几公斤。嗯。来。好，来现实版的吸星大法现在上演。好，哎呀，真的假的？可能吗？20多斤的桌就这样抬起来了。哇哇！不一样吗？不一样吗？哇！请落地。嗨，谢谢，谢谢魏巍。检查一下手上有没有什么胶水之类的。没有。哎，它只是有一些那个痕迹哈。痕迹啊。那接下来还有更绝的吗？再来一个更高的吧。嗯。我把40个易拉罐，分成两条落在一起，两个手同时把它吸起来。40个易拉罐分成两条，来，重达将近40多斤。好，来，重量增加了。来，我们来请上道具。这就是你刚才说的40个易拉罐。对。应该是满的吧？对，全是满的。满的，里面是灌了一些东西哈。来，我们接下来请魏大侠各就各位。来，现场的朋友们，我们再次给魏巍一些鼓励，好不好？徒手吸起40多斤的易拉罐，当然里面是有一些胶柱啊。而且你知道，其实这个高度对于他来说也是难度的一项挑战。嗯嗯，很难控制。大家都很紧张，我们一起屏气凝神。
魏巍究竟是否能够徒手袭击。哇，掌声再热烈一点。谢谢魏巍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表演，谢谢。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翻唱一对三这个环节。那接下来这两位啊，也是身怀绝技的。对，掌声有请王爱凤、楼兰，有请。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山松，女儿美不美？女孩美不美？说什么全不归，怕什么结里情归？只愿天长地久，与我一纵阳儿今宵睡。爱也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真是太特别了，送走了三公主，这又来了阿哥、格格，两位吉祥，两位吉祥啊！两位这样，先做个自我介绍吧，也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大家好，我是楼兰，我是爱凤。楼兰和爱凤都曾经单独来到过我们的回声嘹亮，但是今天却是以这样一个组合的形式出现，让我们男的唱女生，女的唱男生，什么情况这是？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累，而且我们感觉哈很特别，仿佛对方都找到了另一半的感觉。你们又找到了彼此是吧？楼兰什么感觉？我感觉跟他在一块，我又得做爹又得做娘的感觉。不容易的啊。是的。不过两个人声音就是很特别，因为楼兰呢被称为是全能女中音，对，能达到这个男生的那种低沉的声音。而爱凤呢，她也很有才，她能模仿各种不同的声音，包括女孩子的，包括童声，对不对？嗯。所以我在想，今天两位这种独特的组合方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翻唱三位嘉宾的作品和他们的歌曲，我觉得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觉得会有一种三位嘉宾心里发毛的感觉。我觉得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是谁会先唱谁的呢？这个马德华老师的出发前形象深入我心啊！小时候我看那个《西游记》，坐着小板凳，爸妈叫我吃饭我都不去。所以我想今天把一首《敢问路在何方》献给我们马德华老师。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都把艰险又
刚才听到楼兰唱这首歌了？嗯，听到了。感觉怎么样？震撼。而且我们俩首次合作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哎呦，女孩子能唱这么憨厚的男声，我感觉非常的难得。而且她的歌你细听非常有磁性，越听越想听。嗯，对于 iPhone 的声音，我相信楼兰也是表示很惊讶的。对，我表示这个母爱泛滥。母爱泛滥。这样，我们先问问马德华老师，这个楼兰版本的《敢问路在何方》，您感觉怎么样？很深沉，很深沉。他把那个取经的那种艰险呐，他那个沉重啊，他唱出来了。嗯，挺好。嗯，毕竟是从小就在看《西游记》，所有的故事啊、人物啊、角色啊，都已经是深深的刻在脑海当中了。对于《西游记》的这些人物角色，你们的熟悉程度有多深呢？但我感觉，其实我们看《西游记》的次数呢，我感觉马老师都没有我们多。真的、真的，那还真是肯定的。我现在我就是回忆了一下，就是整个从头到尾，我没有完全看过一遍。啊，没有完完整整的看过一遍。完完整整的我没看过一遍。你们呢？你们看过多少遍？我从小一直看到现在吧，因为现在还在播有的。那你到底，你这大话说出去了，你说你看的次数比马老师多，那你怎么给我们展示一下你对《西游记》这作品的熟悉程度？哎，楼兰，我感觉最好的办法，其实我们俩来说里面的台词，让马老师来猜。好啊。啊，说台词来猜一猜这是哪集的内容，是吧？对。你们得用自己个性的声音说。啊。哇。好，来试试啊。嗯。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这是那个红孩儿说的一句话。红孩儿说的啊。哎，这个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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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还有一句啊。我爹说了，今天晚上请来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这我太熟了。这是哪集啊？这等于是我媳妇儿跟我说的。哦，高老庄那一集。高老庄跟您入洞房的那媳妇儿。寄生猪八戒那一集。高小姐说的。哎呦，这个厉害了。还有吗？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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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服饰，叫你进堂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啊。这是谁？这是谁？多谢佛爷爷。啊，这如来，这是如来佛封八戒为净坛使者的时候。我也说一句，您考考他们。您说一句。我说一句台词，你未准能知道是哪一集的。那不见得，但是你肯定知道是谁说的这句话。嗯，猜猜哪集的啊？听着啊，猴哥。完了，哪集？这是哪集的？喂喂，你们猜一下这是哪集？我来说一句。哎，啊，你来说一句。八戒，哪集？马老师。哎呦，你咱俩是一集。对，这够坏的哈。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这个《西游记》这个话题，永远是我们聊不完的一个话题，经典之中的经典。刚才是楼兰单独应战，挑战了这个马老师，为马老师带来了精彩演唱。接下来 iPhone 该你了。胡越老师有一首歌比较经典，就是走西口。走西口。那么今天我来现场翻唱这首歌。你来翻唱胡越老师的走西口。对。用女声。保密。保密。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保密的走西口到底能唱出什么段来。Oh, my God.
谢谢爱凤，抢先请胡越老师来点评一下。走西口呢？嗯。87年吧，把民歌改编了一下，改成了流行歌曲。为什么这两年不唱了呢？就是觉得太甜了，太嗲了。哦。啊，然后觉得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能那么嗲了。嗯。今天我一听他唱啊。比我还嗲，就比你唱的还要甜。当然你是男生哈，挺不容易的，也挺别出心裁的哈。这个版本的走西口也希望我的同声版本的这首走西口呢，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什么呢？让大家永远的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嗯，说的太好了，你看这个小孩都去走西口。对呀、啊，爱凤，你看今天是和楼兰一起来搭档，对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位朱晓琳老师，你们俩是怎么准备的？我们俩也是以那个组合的形式来演唱朱晓琳老师的一首歌《妈妈的吻》。你们俩是有角色的吗？我一想你是童声，所以是这样吗？孩子，那个楼兰占了便宜，妈。哦，你演孩子，楼兰演妈。这头一次角色化的这首歌曲，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妈妈的吻，有请。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想问一下楼兰，当妈的感觉怎么样啊？尤其是这么大一个女儿，这是个女儿啊！小明，不要这么说啊！我感觉那么别扭呢。关键是你觉得别扭，但是我们听了倒是挺舒服的。不信问问小林姐。还是蛮震撼的。就是我当时唱的时候16岁吧，但是我觉得我的声音都比你成熟。我是少女的声音，嗯、你是儿童的声音。她比少女还少女。对，她是幼儿园的，我现在已经初中生了，已经。今天你看两位这搭档形式挺有意思的，这个声音上、声线上有那么多的变化，是不是大家也对他们的歌声意犹未尽，还想再听，对吗？再给我们加唱一首好不好？这个组合很难得呀。我们俩呢，为了今天的这次节目，特意练了一首比较经典的一首歌，就是电影《音乐之声》里，《音乐之声》里面的一首歌《孤独的牧羊人》。经典唱响回声嘹亮，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是非常精彩啊，我相信每一个翻唱团成员的表现都给您电视机前的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嘉宾歌曲推荐。首先上场和大家见面为大家推荐歌曲的呢是可爱的胡越老师，有请。荆棘枯中找到安静，
踏过荒郊，我儿双脚湿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阵惊，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星夜灿烂，但我也心照我意。星光远路，风之雨，轻轻听，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朱晓琳来给我们推荐她心目中的经典歌曲。我们要特别邀请了一位青年歌手，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很好听，叫做《雨花石》，掌声有请。我是一颗
你的微笑留下。亲爱的朋友们，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啊，也标志着我们本期的回声嘹亮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马德华老师、胡越还有朱晓琳的光临，谢谢。当然我们还要感谢最最可爱的我们回声嘹亮的广大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王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重温时代经典，聆听回声嘹亮。观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飞越海角天涯，飞越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